好像开了，等一下，Hello，等我一下，Hello，看得到吗？啊，好了，然后把声音关小一点吧。Hello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家人老铁们，晚上好。这个，不是感冒，迟到2分钟严谨，不是，可能是因为网络不太好，我是准时卡点然后摁的，然后但是有一点点的延迟吧。等我一下。OK， 好的。新年快乐，除夕快乐。最近在干嘛？最近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过年回家的感觉就是。啊，任人摆布，差不多。我在哪儿直播？这不是快手吗？对吧？新年快乐呀！你们吃饭了吗？聊聊天就好。没办法，这个地方就是没有 WiFi， 还没吃饭，现在这个点还不吃饭，7点了。不是感冒，不是感冒，是。就是一回温州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洗澡，然后可能就是我这个浴室我会有点水土不服，对，浴室在浴室里面的水土不服，在家里的时候就还好，在家里的时候就还好，多喝烫水，我喝点水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我看一眼这个能不能关掉。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聊天就好，不要送礼物。哎，这个怎么设置啊？没放烟花，没放烟花。对，咱就开开心心。待在家里，然后想跟你们聊聊天。不是，这个不是新年战袍，新年战袍，救命！我看一眼礼物怎么关掉。这怎么关？哦，找到了。什么呀？我怎么啊？我放烟花好吧？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地方的。对，如果说不给放烟花，就不要放烟花，别大过年的，对不对？大过年开开心心待着不好吗？它不香吗？想看猫猫？那没办法，我过年回家这个猫猫没带，要不然他们在路上太折腾了。什么？眼睛是又肿了吗？就是回到家嘛，那肯定家人在一起相聚就很开心，然后就吃饭，然后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熬夜。没有，温州不下雪，现在没有下雪，
有小雨，对。然后现在我放的这个声音，它不是我这边是海边，不是这个是，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这个是每天晚上我助眠的听的那种海浪的声音。嚯，不会被逮走啊！不会被逮走，可真不错。我也不想。什么时候发新歌？有在考虑，但是这个还是我们之后，然后再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大家不需要给我刷礼物，然后也不要想着说给我红包啊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我是给别人发红包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了，吃饺子了吗？还没有。微博，就更新的话，反正明天后天都会盈利。我给你们发，那怎么？我给你们刷。什么呀？哦，跟你们讲，就是我回家了之后，就一直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状态，就基本上我就是躺在床上瘫在那儿，然后吃饭啦，然后叫我，然后我就等一下嘛，再等一下嘛，再躺一会儿吧，就这种，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勤勤恳恳，在家无法无天。炫橘子，炫橘子是什么？砂糖橘是什么呀？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没有，就是也不用说担心我冷不冷，就是怎么家里没空调吗？不是吧，不会有人到现在家里没，对吧？明天出去拜年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是这样的，今天就不是。都是把年前所有的拍摄然后全都拍好了，然后开开心心回家了嘛，然后就在想着说，在想着说什么来着，我想啊、就在想着说回家了，然后就不需要弄妆发，然后也不需要拍摄，然后但今天不是会有跟你们直播聊天嘛，然后就家里面姐姐帮我弄了一下头发，用那个夹板夹了一下头发，然后帮我化了一下妆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哟！跟不上潮流，上了年纪总是会带着一点点苦涩的。那年轻人在讲的话已经开始听不懂了。双眼皮单一双，给你们炫个技巧，现在它是双眼皮对不对？看好了，单了，厉害吧？这就是有些时候我拍视频的时候，然后就一揪它就好了，就回来是犯懒的，表演节目是不可能的，表演节目不行，坚决不行。但是有这两天有碰到过这种事情，表演个节目啊！我不，表演个节目啊！还没发红包呢，表演什么节目？三什么时候？今年会有。有被啊？大过年的怎么问？都是问这种话题吗？就是不太好吧？压岁钱啊、不方便透露。对，但还是就尽可能的，我希望我给他们发压岁钱，他们不用给我发压岁钱。会发自拍的，别担心。
然后会给你们发自拍，然后报备平安。会出现的，会出现的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反正这两天就宅在家里面，懒洋洋的，哇，真的好舒服。直播多久？直播，就直播到开心为止嘛。生日会的时候，生日的时候再说。啥呀？可乐雪碧，我又不可能带回老家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如果是在车上奔波，旅途上奔波，他们会很难受的。你不对劲，你不对劲，怎么？怎么回事？这几天啊，就是真的感觉每次过年的时候就会很有压力，对，我会有这种担心，但其实还好。新年快乐！最近的话，然后就还是待在家里面，我尽量不要乱跑吧，待在家里面开开心心的躺在沙发上。不瘦不瘦不瘦，这哪瘦了？一年胖五斤，一个过年就可以胖五斤。就大家不要去 cue 腹肌这种事情，腹肌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一个时间段有，一个时间段是真没有，那没办法。今年本命年了呀，咱能更新勤快一点吗？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不是说？就是，其实说实话，过了年，大家表面上，然后就是在回家过年之前，大家表面上都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的，谢谢，就很得体的那种。但其实回了家之后，然后就是比较的怪异。为什么这么白呢？有打光啊。有打光啊，对啊，属虎的，然后今年本命年，太瘦了，多吃点，好吧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好兄弟，年夜饭吃的什么？还不知道，一会儿应该会有惊喜，应该会有我喜欢吃的东西。什么呀？为什么会？不是，大家聊天，希望就是我为什么回了家里之后，然后要被家里亲戚问话以外，你们还要问我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干嘛？哎，就是回家开开心心的吧，过年就开开心心的。啥？吃牛肉了吗？吃了，这两天吃的牛肉吃的超级多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特效。这个不行。哦吼，啊哈哈，这个适合我。掐指一算，像不像？算了，先关了，关掉，这怎么关？哦，关掉了。
就是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包括其实家里面本来是就这边是全白的，但是还是很用心的布了一下景，然后其实就回家了之后，其实穿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就是穿的比较过年比较喜庆，就你看我表面上穿的，就是还是个正常人，对吧？但实际上里面穿的是这种大花袄之类的，就是就回家了之后，就是你过年你要有氛围感。为什么会听到有人说祝我过年胖20斤？就待在家里。那第一个就是为了舒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大棉袜啊，然后大花袄啊，大花裤，给你们看，就回家肯定都是穿这种的，这，对吧？在外面西装，然后穿的很正式，然后大家聊天，很得体，回家就啊，再玩5分钟再起床，这种回家就想睡觉。只想睡觉，除了睡觉以外，别的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好潮，但其实意外的就是，刚才就姐姐帮我扎完头发之后，然后我本来就是穿着里面这件衣服嘛，就穿着这一件衣服嘛，然后看了一眼，确实还挺潮的，就是它到了一个极致了，负负得正。就回到家肯定要需要这个样子。真的很潮啊，那确实。潮男不潮怎么可以？不行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我们的聊天，然后但这个呢也是我的小工作，所以说大家还是尽可能得体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说实话，就我都懒得坐这儿，直接在床上开直播聊天得了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哎，等一下再睡5分钟，你们过5分钟再发，什么呀？顿脚又是个什么？提前进入老年生活，还没，快了。几点起床？最近起床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晚了。第一天回来的时候，然后还下午2点起，好像是。第二天就变成了4点，然后接下来就维持在下午4-5点左右起床。什么时候做题不会就选顿脚？初中的时候跟我讲这个问题还会好一点。是什么？可以直播久一点吗？可以啊。晚上熬夜吗？熬夜这不是常态吗？对不对？回家然后跟亲人朋友们聚在一起，超级开心的时候，那肯定就是会聊得晚一点。不是我跟不上潮流，是你们跟不上潮流了，好兄弟，怎么回事啊？大花袄都不穿，打麻将吗？就是，没打，不会，真不会。如果会的话，然后可以说学习一下怎么玩。怎么了呀？晚上啊，花衣，前就是挺早一段时间就有的，只是说，什么？等下你们稍微发慢一点。会六魔吗？六魔是什么？六魔咋六？六魔，六魔，
是什么呀？不是我的手机像素不好，就是我起码我现在看到的我自己它是清晰的。啊，热馒头谁不会啊，救命。蒸馍没，最近比较少看这些，对，最近基本上都是在睡大觉，起床了然后就吃饭，多喝开水，会多喝。老狐狸，虽然是本命年，虽然我也觉得自己挺成熟了，但是就称呼还是变一变。最近还是更多的就是喜欢待在家里啊，就不去外面乱跑。放，就到现在还没有，等过两天，然后确定可以了，我再去放。新年快乐呀！对啊，一觉睡到下午4-5点，很酷嘞。最近宅在家里面，就想说看看动画片，看看动漫，然后乖乖的陪家人，然后还有布置一下新年之后的有一些的工作计划。然后对，最近就是这个样子。什么睡到4-5点不是坏孩子，是好孩子。动画片都看，该看的都看。不玩，等过两天把东西拍了，然后就发。白天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白天，对。晚上吃什么？晚上你想想，我睡到4-5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起床了，然后洗个澡，然后洗完澡之后，然后就打喷嚏，打完喷嚏之后，然后弄收拾收拾，然后也就差不多就现在了，还没吃饭，等一下吃，然后下播了再吃。啥呀？不是因为可能刚回来，然后温州的冷跟本州跟北京的冷它是两回事，它不一样。北京的是属于那种干冷，温州是属于那种湿冷。什么叫湿冷呢？就是它的水分感觉好像渗进了你的皮肤里，要把你的骨头给冻住的那种感觉。就是你在被窝里，你也躲不过这种冷的感觉。会被说闲话吗？我觉得那不算是闲话吧。就亲戚们友好的对你进行了一些关心，当然我不接受关心，就个别的。真的很冷，就是还是大家都穿多点，像我穿的就很多。收没收到压岁钱？贴对联了吗？贴对联没贴，感觉最近就是在睡觉，回来了之后就在睡觉，然后贴对联没贴。明天会有礼物。哪里敷衍了？不敷衍。然后家里现在暖气什么都开着，所以然后也不用担心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
令人放松的海浪声。大年初一看什么电影？我应该大年初一应该还是会睡觉睡过去吧，或者应该会被拉起来去拜年啊，对吧？新年也可以多多见面啊。怎么还提到了以前的电视剧的救命熊出没。熊出没也可以看，反正就是最近就想要多多，然后就窝着吧，先窝着窝舒服了先。那肯定啊，过年了就是窝在家里面睡觉睡大觉。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。今天吃了什么？喜欢听相声吗？喜欢，就是有些时候睡觉的时候然后会听一些恐怖的，然后但是呢有些时候没找到恐怖的，然后也会去听相声，然后也有的时候会听听就是那种，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播放的这种海浪声，然后就睡觉真的是好手。吃饺子了？饺子还没吃，没吃。什么？哎，那是啥？冰球少年？没看，我看了排球少年。对，最近还有在看排球少年。来，把你们家地址发过来，我到时候一一去拜年，好不好？当然不好，这个是不行的。是什么？先把这个东西关掉，它有弹窗，有弹出来。好，关掉了。郑州来了，就是最近还是少往外面跑，最近多窝在家里面安全。现在就是做好自己的防控，对。新年染头吗？新年染头吗？烫头吗？我怎么感觉最近好像听到了很多类似的话语？那还是不烫。最近头发好好的，就让它先这么先待一会儿。最近是难得发质感觉还不错的时候。直播会回放吗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这个边上也在放炮啊，你们听得见吗？咚咚咚，放得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就你们也要记得，然后多穿点衣服，对，多穿点衣服。电子炮，就放放开心的这样。三，今天的嘴皮子终于不干了。我不是一直在喝水吗？对，有一直在喝水。长高了吗？不，我这个年纪还会，应该还会长高的，人要有梦想，对吧？但其实我已经挺高了，我觉得只是别人有形容我说长了一张比较显矮的脸，就是大家并不会觉得我很高，但其实我很高了，挺标准的嘛。
还是想涨一涨的。万一再涨高一点，然后就灌篮了呢，对不对？多开心啊！啥？其实现在还算好了，我刚才刚洗完澡的时候一直在打喷嚏，就是开播之前还在打喷嚏，现在好多了，因为本来鼻子鼻炎就很敏感。啥？准备高考，我不需要，我不准备了。有看到你的评论，希望你开心一整年。要多喝。想看打篮球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，就是之后然后也会多去运动，然后多给你们拍一些视频。你们作业老多了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没有，不写作业。你准备高考，那高考加油吧，好好的读书，就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吗？还是忘了，反正那本书可以多做一做。我基本都是玩电脑游戏会比较。多一点，所以手机游戏就玩的比较少。昨天前天吃的东西吃的，就你们发的，就只要稍微的发慢一点点，我是可以看得清楚的，不用发那么快。砂糖橘炫了吗？哦，我知道，这最近我也有在玩嘛，手机游戏，然后有一些英雄复刻了，有一些角色复刻了，然后就大家游戏上充钱适当娱乐，然后就是不要过多。考驾照了吗？现在还考不了。对，我刚之前刚考完摩托车驾照，所以就还是得等一段时间。压岁钱都用来充在游戏里的是吗？就大家还是不要攒一攒钱吧，真的是存款都没多少了。别光看着什么皮肤什么了，你有时间你去看一下你的存款余额，对不对？万一很心酸怎么办？嗨，大家不要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么现实的东西还需要我去教你们吗？对吧？就之后然后会有舞台的话，然后也会尽量的每一场都去做好准备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不充就已经很心酸了，大家都差不多，大家一起心酸吧，真的。生日会的时候，快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会有发布。乐器练得怎么样？就是小提琴嘛，该锯木头的还是在锯木头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已经慢慢的好很多了。就刚开始的时候，就个别不乖的小猫咪，比如可乐，比如雪碧，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会跑掉，但现在他们不跑了。那可能是我有了一些长进吧。那也有可能是
也有可能是他们习惯了。好心酸啊，大家大过年不要聊这些好不好？来锯个木头听听，就是很像家里人的发言。来跳一个舞看一看，来锯个木头。什么呀？最近看什么电视？我最近在看手机。过年发九宫格吧。会的。新的一年里面什么都有。眼睛怎么样？就还是好好休息吧，好好休息，然后少戴隐形眼镜。就你们以为他双了，然后有些时候我也以为他双了，但他还单着；有的时候他单着，但他双了。就他开心就好吧。我的眼皮不归我管。现在一单一双吗？那好像是的。好了，都单了。但都单了的时候，就会显得人很凶，因为眼睛在用力。看不看私信？有时间的时候，然后，但其实更多的是会去看信。私信会少看一点，没有那么多。要不帮我写作业吧？大过年了还要写作业吗？你们现在，你们等过完年或者什么时候，也不用寄给我，不要寄给我，我已经过了写作业的年纪了，我现在在经历另一波的作业了。什么时候？哎，他们有小狐狸的特效吗？看一眼。作业老多了，完了，又想打喷嚏，算了。等一下，找一下，啥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不是这个，感觉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找一找。不是，这个是猫的。算了，就是比较多，所以不找了。读后感太难了，读后感不难，你就把你掏心窝子的话写出来。然后你有一些词儿，你比如说简单，对吧？那你就可以在文字里面你写成简简单单。然后再多一些形容，挺好的。其实作业不难写的话，让你写干嘛？真奇怪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真聪明，那你看，你就得讲说真是冰雪聪明，你就这样。就给他多一些字儿，聚沙成塔，对吧？凑字数是，不是你写作业你肯定是有方法的，对不对？就像语文啊或者什么，就它其实是比较好变通的。数学也挺比较好变通，但是不会的就是不会，数学是没办法，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了。那语文还可以努努力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偏科，就尽量的还是。多做一些那个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弹出来了？地理不好怎么办？你这
你们问我有什么用啊？你们问老师啊，对不对？这我又不教这个，你们又没有把学费给我，真的是好好自己读书。学惯了都是自己的，当然也有可能学了一阵子之后就不记得了。别聊作业啦，怎么开开心心的聊？作业也挺让人开心的，但是，少喝饮料，饮料其实里面是水，你们太天真了。李总秃顶没？快了快了，感觉再过个四五十年。再过个二三十年，地中海。你们为什么要看项链？水，你骗我的吧？对啊，骗了，怎么了？举报我啊？真的是。那个水不太白呀。我就喜欢喝浑浑的水，怎么啦？不行啊。七。哎，这什么？七，理直气壮。对啊，不理直气壮怎么办？啊，这是。很害怕的那种，跟你们讲话的话，硬气不来，硬气不起来不好。想要项链同款，那应该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个是很小的时候，然后家人在路边买的那种，然后包起来的，对，独一无二。回你一个，给你乐呵乐呵，乐呵乐呵。那是啥呀？有人敲门吗？没有，是外面放炮的声音，就还是挺喜庆的。这个有年味，感觉很不错。是，不是有人在敲门？没有。是在家吗？是啊，是在姐姐家。就我不知道让不让放，如果让放他，对啊，就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政策，地方政策可不可以。今天背景布置还是很努力，对吧？小灯笼。有想要去旅游的地方吗？说实话有很多地方都想再去走走看看，但是目前还是不要，目前还是在家管好自己的。等以后可以出去旅游了，那多出去旅游一下。什么呀？什么？我胆子不小？我为什么胆子不小？我胆子本来就很大，我胆子超大的。这贴贴到底是什么梗啊？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对不对？贴什么贴？什么？鬼屋，就是更多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更全面的去看待问题。鬼屋那是效果，对对对，我就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反应，它并不是说有多害怕，其实还好，不怕那个东西，怕什么呀？
是在家里啊，我在姐姐家。对啊，大过年的，恐高这个是真的没法去克服，就还是在努力吧，挑战自己。就是想看几只 ，OK， 可以。之后等过两天吧，然后发。怕虫子我不怕。稍微发的稍微慢一点，眼睛有点够不过来了。会和你们连麦吗？是你们讲哪种连麦 PK 吗？就我 PK 你那种是吧？不是，算了。明天吃汤圆还是饺子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家里人煮什么我吃什么。家里人煮东西很好吃，很香。然后最近回了温州嘛，然后就在吃煎饺，哇，绝了！煎饺炒牛肉，哇，绝了！就很好吃。不挑食吗？挑食啊，肯定挑食啊。就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小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挑食一点，长大反而就不挑食了。为什么？就是长大了，然后就会，就是你想吃什么，然后你说啊，我想吃什么什么，然后给你准备。小的时候，快把这个吃了，快把那个吃了，你得营养均衡。所以说，并不是，其实从小到大都挑。啥？想看烟花，我努力，但如果努力不了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什么？盯着摄像头看一分钟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会很尴尬，我不要。包饺子，包饺子，不会，真不会，我包出来的很丑，然后还容易漏，很容易露馅。手好长，假手，这是假手，这是道具手。这其实回来会觉得啊，一方面会觉得很舒服，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被家里人支配的恐惧感，就在外面你可以很成熟得体，但到家里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。你就是家里人的开心果，对。算了，这个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吧。不，现在就看吧。就是，比方讲说就，不是讲家里人谁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就比如说会让我，就他们会把觉得可爱的东西安在我身上。但是我今年已经24岁了，我觉得大家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但是反抗不过，就这样吧。新年快乐！没有，就家里人会很喜欢这种
毛茸茸，然后说哎呀好好可爱啊，怎么你就带着吧带着，然后呢我就没话讲了，那能怎么办吧。不是你们别光只看到这个，这不只是这个，他们还有这个。然后我坚决不要，我说我努力的，我说别真不必要。不，那是坚决不行的。不可能的。就我跟姐姐他们也都这么说的，我说不可能，因为头发好不容易都帮我夹了头发，对不对？不要浪费这份心意，不要再带别的东西了。播到几点？看差不多，然后就不播了。等差不多了，该吃饭了，你叫我，我就闪人。这你们可能看着觉得，不仅过得还挺好，但边上全乱了。等一下，万一姐姐在看直播怎么办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应该在忙着做菜，边吃边播。那不要，我要跟家里人一桌在那边，然后好好的、开心的吃饭。呵呵，对，家里人们还是暂时别出镜。还没吃团圆饭吧？还没吃，我刚醒，然后洗了个澡，然后就开始直播了。搞个吃播，等吧，等到时候看这两天，就我分享一些好店给你，我超级爱去的店。不下厨吗？肯定不下厨啊！怎么？我在北京，我都是自己下厨了。那我回家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自己下厨啊？对不对？我要尝家里的味道，对吧？啊，这不是长出来了，这只是带在那边的。当练习生累吗？这个问题吧，就是你努力的话就很累，你不努力的话其实就他们如果觉得敷衍一下他们心里就安的话，那也确实不累。再吃消食片，就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身体，然后少吃，就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下次什么时候直播？下次直播那应该就是在下次吧，等下次吧。自己做的饭好吃吗？两种味道吧，自己更喜欢去做一些西餐之类的，然后因为西餐然后做的就很快嘛，然后家里呢更多就是哇家常菜的感觉就很棒。除夕快乐。现在隔几天洗一次头，回家了谁还洗头啊？没有，那还是会洗，我刚才不是就洗澡了吗？很频繁。可以做菜给我们吃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总有机会的。新年快乐啊！洗澡跟洗头是没有关系的吗？洗澡是只洗身体的吗？大家分得这么清的吗？就是。有些时候真的是工作一天然后回家很累了，就连着洗面奶，连着洗发露，连着
身体，然后还有连着刷牙，就是同步进行，迅速，这是洗澡，嗯。几点结束？啊、哦，不知道，再看吧。什么洗头膏刷牙？不是，就是就用牙膏刷牙。怎么还要直播教做饭？网上学一学，就是很简单的。但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用火安全，对，注意好了就行。不可能洗澡好吧？那你不愿意洗，那你就别洗嘛，对不对？就每个人自己，他有自己愿意的嘛。你保持你自己身体的舒服，保持一个自己的健康就很好，嗯。一个说，这又说我一只单眼皮，一只双眼皮，又说我有四只手，绝了！新年快乐！三，体重多少？过年期间不要提体重，过年期间是没有体重的。那年后你就知道了，就差距会挺明显的吧，嗯，挺有意思的。对啊，拜托，眼睛一只单一只双很酷诶，超酷的好不好？别人想要都要不了，就是能这么巧的就拿捏住了他眼皮这一段很不好控制的肌肉和皮肤，就很厉害啊。超酷的，嗯。会守岁吗？啥？几号回去？几号回去？暂时还不知道，就是尽可能希望能陪家里人多几天吧，但是。就是也还是得尽快回北，嗯。身高多少？身高很久没量了，但是总不可能，总不至于缩水吧，对吧？你们想的好美好啊！会发的，对，很应该很快你们就能看见了，对。八点，行吧，那我差不多时间，我去吃饭了。什么？就是因为让家里人然后等我吃饭这样子不好，就是大家还是尽量行吧，那最后带一下，然后我就去吃饭了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走了，新年快乐，除夕快乐，嗯。